这周我的子弹笔记都写满了。周一订车票、住宿，去上海看房，跟中介确定看房时间、录视频，去黑子学校。周二搬家，公司来家里做估价、录喷嚏。周三录喷嚏，开会。周四跟后排会跟设计师开会。我开会。周五录 vlog 讲 vlog。周六去上海看房，火车上剪视频。我知道上周我宣布完要去上海的消息之后，就像一个飘在天空中正在上升的巨大的粉红色泡泡，大家都分别向我发来祝福，我也感觉轻飘飘的，好像是那种刚结完婚度完蜜月的新婚夫妇。这些都是生活中最美好的部分，但你知道当你把这些 declaration 全都做完之后，shit is getting real 啊。看看我眼前的这些东西，看看我这么多的书，看看这些锅碗瓢盆，看看这些衣服，看看这个家，全都得搬走。朋友们，欢迎来到生活中比较残酷的部分，接下来的一个月，工作、生活加上搬家。跟你们说，我现在觉得在一个地儿待着挺好的，因为折腾就是要付出代价的。接下来的这段时间里面，你们很有可能目睹到我变成一个神经病。OK， 搬到上海前的倒计时，我们俩真的有太多太多事情要做了。第一件事儿，奈的这学校他也上不下去了，主要是因为在疫情期间，然后就没怎么来过学校，一直在家自学。然后我们现在又要搬到上海去了，所以说我们今天干脆就跟他北京的老师解释一下这件事儿，毕竟人家对你也是有恩之人，你明白吗？就是得跟老师好好得带着，就是我今天得带着孩子过来好好谢谢老师。很久没有来，很久没有来这里了，这是你梦开始的地方。梦开始。在这里所有的朋友都说你们花了很长时间把这个房子弄好，对啊，然后不到一年就走了，太可惜了。我从春节的时候在家里每天都自学两个三个小时 HSK 4通过了，没有什么问题。HSK 5还不懂，我觉得自己的水平现在就是可能是在 HSK 5的开始的阶段，开始了，或者的 somewhere in the middle， 中间，OK， 跟老师这边呢就是 catch up 了一下，基本上我估计他呢就是要转到上海校区了，对吧？去上海接着学。然后北京的老师呢会对他的水平做一个测试，看一看你自学了这么长时间，现在到底是什么样一个水平。不要给我压力。啊，你是到底能考多少分？你是一个，你得拿分数说话。你是一个 typical 的中国母亲。家长，虽然说我前前后后的不知道，劝了韩夏多少次，我说一起搬吧，但是呢，他还是决定坚守在北京。谁这么高兴？Anyway， 如果寒假不能走呢，我们俩有一档播客叫做喷嚏。其实那天我算了算，从2016年开始播，到现在也差不多有4年的时间了。然后我们现在就是在策划喷嚏的新一季，以及一些喷嚏的特别节目。虽然说现在各种各样通讯的软件非常发达呀，你们也可以通过电话录音去录播客啊等等的，但是我还是觉得I don't know， 我想喜欢跟老韩面对面扯闲天的感觉，所以我想在去上海前尽可能的多跟他录几期。各位喷嚏的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喷嚏的演播室。我们就是花高价购入了这套设备，听说是在国外才能买到的设备，就是这个是我们新有的这个麦，这是我们的 mindset， 看起来还蛮有设计感的一个支架，它这个高度刚好就是我们嘴唇的这个位置，我觉得这个设计还蛮特别的。对对对对对，就还蛮粗的。跟你们说，我也是惊呆了，我今天早上起来醒来的时候居然是宿醉的。我明明是去往家一家录喷嚏的，到底发生了什么？摘沙溢，摘沙溢，为什么不说话？就摘沙溢。世界上真的有非常非常多美妙的奇遇，有一种奇遇就是邵静珠
遇到王嘉怡，就像普通人里面 Connell 遇到 Marianne。 王嘉怡，你就应该被一个好男人就是珍视，你是一个宝，王嘉怡真的是一个宝。是不是这段录起来感觉好像我要离开你们，好像是我自己要走了，因为我自己要离开北京，他们俩王嘉怡要去太空。对，傻一永远永远。我电话前所有的如果有男性朋友的话，如果你自己不是单身的话，也可以替你身边的单身的男性朋友想一下王嘉怡。上海的男朋友们，如果你们就想找一个就是又能给你做饭又能给你们洗澡，又为什么要给人洗澡，为什么王嘉怡要给他们洗澡，你要说我叫护工仪。对，为什么王嘉怡要给上海的男人洗澡？跟你说我现在真的成熟了，就是昨天晚上其实我有点不太记得我到底是怎么回家的，但是我今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就发现我把自己的妆给卸了，然后我摸一摸脸就还是很软，昨天洗完脸之后我还涂了一个精华，就是看上去皮肤还就是蛮 presentable 的。我给你们推荐一个东西， Anti-Aging Daily Serum 菊灿精华，雅顿家的，好像是他们家的一个爆款产品。你看它这个质地就是橘黄色的，还等你推开之后呢，它有一点点亮亮的，轻轻的按摩两下，然后特别快就被吸收了。我现在基本上选护肤品的原则还是看它的成分，这个菊灿精华它的主要成分好像叫爱地本吧，就是听说是之前做那种器官移植手术的时候会防止器官氧化的东西。我被安利的时候就只要说它对于什么去黄啊，减少细纹呀、啊、然后紧致啊，毛孔粗大呀、啊、有比较立竿见影的效果。跟你说黑皮肤的女孩就是特别特别怕黄，就你可以黑但是你不可以黄，所以说我一般选择的护肤品也都是会让你的脸看起来比较有光泽然后去黄的啊。我觉得老娘今天皮肤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Fighting。 老刚喜欢这个是吗？这个褶量能不能再变大一点，一圈有四公分吧，小腿的肥度还可以，就是大腿这个肥度可以放四公分，然后顺下来。哇，你直接剪啊。反正这是白皮对吧，这样的话有点紧。领子这个肩线这个地方还要再剪一公分。嗯，除了王嘉怡，我这些在北京的姐们儿，她们其实还是会留在这里，所以说我搬走之后呢，唉，肯定会经常回来的，因为我们的这个无论是生活工作友情事业都深度的捆绑在一起。其实我特别特别想跟大家聊聊这个事儿，就是你知道很多人说你一定不能跟你的好朋友一起工作，不然的话你很有可能会失去你的好朋友。但我跟你们说这件事儿在我这里完全行不通，我完完全全是相反的，就是我只能跟我的好朋友一起工作。我感觉我对于人际关系这件事情完全不理性，我就是想要把我全部的心交给你来换你的心，我就是渴望那种赤诚的出生入死的有江湖义气般的感情。我宁愿被我爱的和我信任的人杀死，也不愿意活在一个没有爱和没有信任感的世界里。完成了今天的工作。嗯，困了吗？困。OK， 朋友们，这就是这周的 Vlog。我现在的心情就是特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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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心。就是这期发出的时候，我们俩应该已经在上海了。就你知道我为啥这么开心吗？就是因为本人毕生最大的爱好之一就是看房子。这个收拾夏天的行李简直太爽了，因为衣服都特别特别的薄，就你带点小背心就可以了。